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赢过爱一世。啥？吼、哦！啊，这真正想要天地颠倒变的啊！啊，这个唔正囝咧愈来愈好打，啊，伊安尼做唔惊人家过哦。啊，到时迄个狐狸精，嘛是咱讲我伤害，还是妨碍自由啊？我敢着阮赢的哦。啊，这，啊，就算讲袂阮赢，你嘛免去记载，互伊安尼双脚踏双船啊。我阁会安怎？伊即马就讲哦，要离婚唔离婚，随在我啦。我看即马，我真正爱甲伊离婚啊。袂用的啦，你唔通安尼做啦！哎、欸，你即马真正改流咯，啊，你是真正双手哦，逐项拢总无去啊啦！你都这么无良心啊嘞！我敢袂硬骂我，伊搁转来啊！安啦安啦，你哦莫安尼激动啦哈！你哦绝对哦袂用改离婚啦！啊，你若真正改离婚哦，对伊来讲哦是真正足不利的啦吼！所以无论安怎样，你绝对哦爱甲禁落来去。拄则哦，我看恁两个老的时哦，哎，我不止啊真听你呢，啊，所以哦，你着温馨要甲带落来去吼，啊，若阁有啥物代志哦，阿爸哦，才替你想办法啦吼。爸，我真正足惊的啦。哎呦，当你是咧怕什么啦？啊，我着讲过啊吼，只要着着，你若拢莫介离婚哦，拢总无啥物代志啦。哎，话讲倒转来呢，你嘛是平家户口簿内面登记哦，你是一个正大汉新妇呢哈。当你这地位哦，有啥物人敢介你抢啦？搁再讲哦，你手内哦，嘛还佫有妹妹伫咧。啊，虽然哦，讲唔是查甫来讲哦，也毋过哦，佮咱讲哦，嘛是因平家正统的香火啊。哎。啊，即马听讲迄个狐狸精后，巴肚内底囡仔拢总无去啊！啊，但伊即马是要教你先安怎比啦？啊，你哦就安啦，水大落来啦哈！恁爸我哦绝对哦你靠啦，哈！啊，回去啦，啊，等恭喜发财啦！无钱啦！无钱哦，无钱要紧啦，这暂时哦你欠一下啊。过年的哦，啊，过年过节过来讨嘛，还阁会付啊。我订的年夜菜，啥物时阵上来？啊，你一定要准时上到位哦。就安尼。刘，今暗年夜菜就送过来，到时啊，咱订的欢欢喜喜围炉啊。嘉欣嘞，你无陪我？好，我知影。相卡，给五箱。明天来。要给电信卡报过你对吗？已经是我的太太啊，帅英总算想通啊，伊知我规个心拢伫你家，已经无法度去挽回啊，伊愿意跟我离婚啊，这真正是天公伯啊送我一个上好的新年礼物。然后我拄好珍藏一罐几啊层的红酒，等下年夜菜送过来，咱就开一罐红酒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恳求我恢复自由，会用风风光光带你入门啊！对哦，我真正用一个面粉啊，你有欢喜无？你是不是嘛真期待？恁太太伫咧三十暝打电话哩，讲要甲你离婚。嗯。你竟然要开红酒庆祝？真奇怪，这对你对我来讲，拢是天大好消息啦！而且我真正咧想要甲帅英离婚啊，这你嘛知影的啊。哪里囡仔？你哪里嘛要放弃？丽好，听我讲。你哪会当这么无情？
你好，你即马是打电话恁太太。你创啥？你甲伊讲，你即马是转去新加坡，要和我甲伊处理挽回恁的婚姻啊！你是气笑唔啦？你之前一直叫我爱甲帅英离婚，即马我要离婚啊！你来去叫我去挽回啊？啊？代志拢到这地步啊！ 你有离婚无离婚，对我来讲拢已经无差，啊！不过对你囡来讲影响就大呢。你敢无想过，囡仔若是去爸爸，囡仔日子是要安怎过落去？唉，回头这几年啊，我人伫你台湾，我嘛不伫你身躯边啊。囡仔身躯边无爸爸的日子，伊嘛拢惯习啊啦。佮再讲啊，就算离婚了后，我嘛无可能互囡仔夭折啊，条件我拢会甲伊讲好。你即摆是搞到新加坡？ 无可能啦！我哪可能转去啊？我若转去，万一你若搁眯起来，互我找无人，我是要安怎？我是真无简单，才坚持到专业员去放手成全我，我哪可能帮你走？讲来讲去，你拢敢想着你家己尔？你囡仔知影伊爸爸是一个做事无情的人，伊伫做伤心的。 子孙自幼行出头，非得搞起搞家来啊！我嘛无法度想遐济啊。了，代志已经圆满解决啦，帅英解脱，咱嘛解脱啦。以后恁厝的人管袂着你，帅英伊嘛无法度得结婚证书来搞白条的。以后咱就用过着咱两个自由自在、两人世界。<笑>我真正就想要甲你心肝凹出来看卖，看是毋是乌的。 今仔是规家伙仔团圆为了一致，你太太甲你囡仔伫这时阵敲电话给你，讲要离开你，你一点仔都唔知人检讨，干那过头甲想讲要安怎劝就，要安怎搞朋友条？这就证明我有我爱你，我需要你啊！条，条阿公，伫这个世间，就干那你对我才是上重要，其他我拢会用放弃。就算我的后生查某囝，伊无爱查某，我嘛不要紧啊。 因为，等咱结婚了后，看咱要生几个，咱才来生啊！好，莫去讲啊！你都讲落去，我真正变心，怕别人会你生气啊！我有时甲你讲过啊，这件代志甲你无关系。就算今仔日雪英伊要敲这通电话来，过了年我嘛会等去新加坡，逼伊甲我离婚啊！因为，我爱你永远留伫我的身躯边。 生是外人，是嘛是外婚。因为，我不要你安尼做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你别去躲了，你给我放开，要台湾岛。你也才要上来啊！你哪走？身边人要搞围堵啊？围堵你个人家，你给我放开。好，好啦，你若要回去明仔透早，我才陪你回去后头厝，跟你爸妈拜一下年，好？嗯？放开！ 你即马是要安怎？你定来不甲这个人歹过伊，你若歹过，以后你的日子就愈艰苦过。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你爸爸走我。你是在哭啥？我无你转去嘛是为你好诶，好好诶三十暝，你若哭转去后头厝是要安怎甲恁爸妈解释？公公。 你要破坏阮围炉气氛，啊？围炉应该是一家伙啊，欢欢喜喜团圆的日子。 是安怎？是安怎？我不管你后头厝，都拢无法度安顿去。来，我再去接。 帅英拢愿意跟我离婚啊，但今嘛无任何一阻碍啊。
之前你要求我的代志，我嘛拢做甲到啊，你还结婚啊？我反悔啊！我不应该逼你离婚的，这一切都是我不对。丽凤，你别安尼好唔啦？好，就替你甲尤俊贤的代志来讲。你阿公阿婆之间拢已经无感情啊，为什么佫硬要做伙？你别给俊贤出来讲啊！我甲俊贤离婚的时阵，上无我无囡仔保护，啊你呢？为着家己快活，竟然甲你囡仔当然唔管，你干嘛阁是人？惠弟，率领的赡养费要够囡仔教育基金甲生活费，我拢已经出个够。我只是爱你徛伫我的身躯边，支持我安尼尔。来，阿西姐姐嘞，只要跟你做伙。我本身英文都袂大，好好好，为着要表示我上大的诚意，我一定配合你。你拄只毋是一定话要回去，我有你回去。我知影你真受挫，想要甲厝的人做伙为了，我陪你回去后头处理了。像即摆这种情形，我可较袂用得转去。不过你拄则毋是一直差要转去？拄则你妈爸公家来找无你，转去了一定真烦恼。你若转去，证明你即摆甲我做伙过了真好，哪呢？恁爸妈今年更欢欢喜喜过年啊，敢毋是？好啦，来，来，阿西姐姐，哎呀，回归哪里来啊？啊，坐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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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亲家坐啦。哎，我来敲电话吼，问看卖，三宝阿哥离婚了，因是到倒位啊？好，我来。为了应该是自己团圆，该回来唔回来，不应该来哦，拢来啊！啊，你是要委屈大？爸妈，大家回来啊！啊！我要抱。哎呀，爸爸，你来啦！哎，李阿姨，容易，容易，容易啊！大家，来，你先坐。这样子。这是民国七十八年的乌金龙，我专工吼对因边啊赶来友好你啦。哦，是啊，无好啊。哎呀，你那唔较早转来咧，啊，见人酒都甲开落去啊咧。哎，无紧无紧啦，你后尾足侪时间会当打打你。哇哇哇哇哇！无咧，这这这这这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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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人拢坐啊咧。哎，大海啊，今仔日吼真正是吼咱平家大团圆咧，好。哎，吴军啊，来啦。你要跟爸爸玩。这个。来，这来，来了。哎，亲家，这就来啦，我三宝吼陪你开讲饮酒啦，嘿。啊。真的搞不清楚状况。大海啊，你看啦，今仔日吼，哦，这么难得好机会呢，对不？大团圆呢，哎，趁这好机会来，跟大家哦讲一挂好话啦。哦，啊，有影啦，啊，今日吼有影足难得的啦。我陪大海啊，拍拼规世人，我求的是啥物？都参照今仔日安尼，一家伙啊，大大细细，会当安尼和和乐乐，大家做伙欢欢喜喜来斗阵食饭。这安尼听起来是足简单的啦吼，不过我等一工吼已经等三十外钟啊啦。大家真无简单哦，才做迄团圆，啊，你的愿望达成，啊，应该欢喜唔才对。当然我足欢喜的啊，吼，啊，我欢喜讲咱爸家佫加两个囡仔伫的，
我这个阿公吼，除了欢喜以外，我也搁要感激大家吼，安尼在为这家的付出啦。有影，人吼会当做翁仔某啦，会当做爸囝，会当做母仔囝，会当做新妇大家，也是讲丈人囝婿，这拢是缘分啦吼。咱大家啊，都爱珍惜这路缘分，知啊？啊，这个啊，咱两个吼，会当结为亲家啊，这也是缘分啦。啊，今仔日你头一摆来我这吃团圆饭呢，来我敬你啦吼。你若是讲无去遐满年，赶快迎你过来啦哈。来来来，我敬你。嘿啦嘿啦，坐回来坐回来啊！过年啊，大家拢大发财。大家唔通过量烧酒，菜嘛爱配呢。亲家啊，你都爱用哦。来来来，麦记。你看啦，加食一罐啦吼。这是安尼啦吼，要爱我来遮到老的哦，这是无问题啦。要唔我坦白甲恁讲，我今天来遮哦，甲恁在咧围咯吼，有我特别的意义啦。哎呦，知啦知啦，食一个饭吼，那遐够话啦。哪有啊？哎，拄只亲戚，毋是比我较够的。我来讲啦，啊，以后呢，我每一当过年啊，围炉的时阵吼，都会替你啊留一个位啦。哦，较免得哦，你一个人哦，哇，孤单一个哦，足无伴呀。啊，酒伫咧。菜市啊，迄办公室哦，伫遐咧，互土豆配烧酒，够稀味的啦！我来讲啦，爱大家爱过年团年饭，爱大家做伙食，唔才有意义。嗯，大家今日来啊，咱两个人哦，大和解。嗯，我敬你。敬你啊！这酒哦，饮归饮啦，啊话哦，我同款哦，也是搁继续讲啦。我也是安尼啦，恁安尼哦，今仔无甲我当作外人哦，啊，我安尼坐咱家安尼教恁为咯哦，实在讲我是真甘心啦。啊，我拄只哦，安尼甲算算的吼，安尼都挂妹妹搁弟弟安尼哦，总啊共啊哦，拄十二个人啦。啊，这一块汤哦，安尼十二人坐的吼，也无加也无减哦，啊，都安尼拄拄啊好安尼啦吼。还是讲哦，若要搁安尼哦，搁加一个人出来哦，搁得做麻烦啦吼。啊，我嘛无伊啊，通要搁坐啊啦。哎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放心啦，袂麻烦啦，我来讲啦。坐囝坐孙坐好去啦，啊以后吼，阮丽云啊、慧君啊、搁林辉啊，要煞来做伙生了。就囡仔坐一桌啦，哈，啊，咱大人坐一桌啦，讲好，那无要紧啦嘞，大姐啊，大黑啊，嘿，我要祝贺恁哦，伫咧牛年吼，吼，就参像咧牛同款啦，身体勇健，好心命来福气啊！干嘛？来，我进来。你大兄大嫂啊，进来。哦，大兄大嫂。我建议恁加盟店愈做愈旺，生意兴隆啊，同树海啊，希望大兄大嫂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。大兄大嫂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杯我要甲你说多谢，多谢你给我今年做阿哥。啊，明年哦，大家做伙泡面哦！对对对，大家做伙泡面啦！嘿啦嘿啦，哎，大家吼做伙拼啦，拼啥嘞？做人啦！安尼哦，明年哦，哎，咱弟弟啊，跟妹妹哦，就变姐姐啊，哥哥了！哈哈哈！来来来，自己来自己来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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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唔通嘿，好，我跟你讲，迄鼎汤哦，是恁爸爸亲身甘做，
你想来个明显，连个乌白显的啦，爱趁恁爸爸来啦。啊，内面是藏什么好料的啦？啊，都心嘛啦，啊，珍珠啦，马肉啦，啊，搁有迄落真正吼，过年食这么好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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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啊！哦，我，哎，我唔知今年的葱啊，换变作生这样的啦。王孙呢？这唔是叫做葱啊，这叫做酸呐。嗯，酸呐。嘿，葱啊，葱啊，较生起，你唔知啦吼？生了就生了呀。我，哎呦，你拢无咧个教育啦。嗯，啊，人伊拢伫咧读书，我哪好意思甲讲这啦？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我紧来介绍我啦，介绍我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。爸，人咧讲啊，迄仙女下凡嘛是爱看时看日啦，啊，若是无好时好日，迄仙女吼是袂出现的。第一先莫着急啦，食饭之前吼，我泡茶啉，互你开胃先哈。哦，把你泡茶，我啉就开胃了。是啊。哦，啊，不过你安尼讲话哦，安尼你甲我插哦，嘿，我啉了我不但袂开胃，我颠倒家胃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但这神农若是下凡哦，你存着心凉鼻头亏啊。哦，那我啉一看心凉鼻头亏袂来了。哎，萱萱，你不是早到斗三工啊？是啊，阿妈叫我烤肠啊，叫我烤着酸啊，妈叫我出来外面等食饭啊。哦，其实哦，这嘛无啥，顶个你阿妈叫我去搬菜瓜，我帮阮补啊去嘞。假设哦。假设啊。啊，不啊，生就啥款啦？你嘛帮帮忙，连不啊生到啥物款你都唔知影，搁搞应该更加真个咧。嘿，哎，爸，来，林姐。嗯。哎，二阿姨。哎，大姐。阿妈，二阿姨回来哦。雷洪回来了。雷洪啊。哎呦，恁爸哦，你等伊要倒回来围炉呢。嗯。啊，都好，啊，紧传传了哦，通我回路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来来，大姐，拄只爸在等你哦，等下阿妈讲未输的场景都赶快哦，我亏嘞。好啊，文杰，卖讲啊，好啦，食饭啊嘞，来来。好啊。啊，我有送物件要转来给大家。哦。啊？文杰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啊，是哦，阮新年哦是真快乐啦。啊，不过听恁咧甲阮祝贺，阮煞毋知笑会出来无啊？妈，歹势啦，我无甲恁讲要带阮双回来，厝内底敢无方便，无我明仔后日才回来甲恁拜年啦。无道理哦，伊在不先去。好。这一点的心意啊，请你，请你唔太气啊，啊！妈，再麻烦你个爸等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好。你哪都回来啊？啊，你无围炉者，你要哪样去走啦？来，姐姐，来。来来来来。哎，两个人好。哎。爸。妹，新年快乐！爸，我今日要带围炉，今晚上一个人会无伴，所以我是说出来等下食饭，唔知你用得无？二姐，你安尼问唔是白问，你问这句话，爸若想要答应你，伊就甲你讲，哈，啊，人若带转来厝，无好敢袂用的，啊，你看即卖啦。爸连印象都无要印象，伊什么意思你有听无？文杰，阿伯，是安尼啦，雷锋伊是要带来跟恁围炉，我想讲真紧，我就要变做林家一份子，所以我才甲雷锋讲要甲伊带来围炉啦。哎，啊围炉，你唔等于甲恁某囝围炉，唔才对，哪有人只所在咧围炉？阿伯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未赴向你报告啦。阮太太已经答应要跟我离婚啦。
什么？你要放某放囝，甲丽芳斗阵？哎呦，阿弥陀佛咯，千万唔通安尼做哦！你安做哦，我受当袂起哦。阿伯，好啦，食饭的时阵哦，莫讲讲遮个代志啦。若真是要讲哦，无等为了为啥时阵哦，要讲遮来讲啦吼。就在你早间唔是搁有一点汤哩？你无爱看嘛？你个汤好未哈？来看一下啦，来看。来，看你一点灯来，丽华，你先看看，好，开动啊啦吼。好。哎，恁那里一人一句，强强要甲王祥喝醉，王祥若互恁喝醉，丽华唔同免甲恁为咯啊。我这去就是在去讲哦，伊甲伊王祥带回来啦。你安尼哦，三公咱袂甲豁出去，啊，那个你安尼哦，逼咱来接受了王祥。要接受还是唔接受，拢无差甲一顿饭啦。伊就是用这套的啦。你哦，什么代志哦，拢伊逼咱台湾人哦来接受啦。可能无接受就袂用的，你哦，台湾伊家家赢在。好啦，人家王祥嘛是足有诚意啊。啊！伊好要解决新加坡迄段个代志啊！啊，咱丽芳都嘛决心哦，要甲伊斗阵啊！啊，你即马来搁甲反对，你是要让丽芳做石磨啊心了啦？啊，你安尼讲，啊，伊安尼做，咱免做石磨啊心啦。丽芳是伫创啥呀？啊，带王祥倒来围炉，啊，咱这饭是要吃无啦？哦，莫讲，我拄好才甲一个吼。才甲阿阿舅较甜的尔，叫莫安尼吼，啊你莫搁多只咧白白错吼，莫搁多只咧婆婆跳，莫，好心诶，拜托，你若我包请一个好无？咱今仔日哦，咱都爱安尼，囡仔笑笑，啊欢欢喜喜来围炉，安尼好无吼？吼，好来知道啦，啊若无我早就甲豁出去啊。我想讲你来骂两句啊，吐遐开诶。好啦，有吐开啊吼？有啦。啊，你还去吃饭啊？不用的。嗯啊，是啦。啊，我胖汤啊。嗯。我来胖泡汤。哎。耶！哇！来，大家来吃饭吼。你看哦，有煮鱼哦，要给恁。年年有余，啊有米糕，互恁步步高升，吼，啊，还佫有小鸡，问起来，迄鸡吼，你都爱加食一寡，食鸡起鸡，互你两早娶某啦。哦，哪里我嘛爱食。你敢有感觉天气足冷的吼？是啊，连我听听笑话嘛就冷的，不好笑啊。就是讲，天气冷，哪里啊？咱来啉点果酒啊，安尼身躯就烧啊。阿伯阿姆，阿哥恁大家，我叫你。歹势吼，阮的酒量吼无遐尼好啦，安尼空白饮酒是足碍胃的呢。哦，安尼哦，嗯，好，歹势啦，无，这杯我饮就好啊啦。阿伯阿姆，阿哥恁大家，真是累啦。我甲丽芳的代志啊，互恁操烦，这段时间辛苦恁啦。要唔过人讲啊，好事多磨。我相信第一波外国的将来啊，我就会用给恁一个好消息。到时阵，阮苦尽甘来，恁就会知影我甲刘芳的感情，就参照这杯酒同款，越陈越香。我叫你。王仔，我考考你一句话，今仔日是阮家的围炉。啊！你是人客，你上好吼，莫人客变主人，话较侪过尔啊么？啊！你讲这顿饭哦，真正唔知要安怎接落去呢啊？歹势啦，啊！我只是想要向你大家表示我的敬意啊。哦，好。好啦，来，吃饭啦，吃饭，好，吃饭。来，没有，这吼是你上爱吃的佛跳墙哦，来，两个你来倒。恁爸爸吼煮暗头啊。啊，就安尼用迄哦
万岁安尼说拍火话，安尼温温啊狂，温温啊狂。伊知影讲吼，你要回来围咯，所以就专工煮这你爱食的佛跳墙，买互你食。你甲看卖咧，来，这料拢是你上爱食的。你看咧，来煮啦，恁爸专工煮互你食安尼。丽芳啊，过年时啊袂用个哭，你若哭吼，都要哭几年哦。多谢你。啊，别啦别啦，你爱吃吼，就加吃寡啊。对了对了，丽芳，恁爸为你煮的菜，你都要加吃寡。啊。哦，这样菜看起来袂歹吃呢，我一定爱试看卖。哇，这料遮多啊！哦，青蛙汤内面啊。唔，哪有妈妈的味啊，还有爸爸的爱心啦，不怪，不怪这么好吃。阿娟 5678，我是你家的，你家都味啊，那你家都味啊，你家都味啊，娟，哎，你说，阿伯阿姆，我今麦总算知啊，想做雷锋也这么想要回来，因为恁这个厝啊，真正是有一个厝的温暖，我咧想啊。将来我若变做这个家的一份子，我嘛会定定真想要当个雷锋伊后头厝。哎，啊，那照安尼讲起，我唔得叫你二姐夫。是啊是啊，哎，是讲我遐个姐夫拢无遮尼高人水花，我看吼，你是点点啊食饭，较袂着情啦。是啊，二阿姨，你千万唔通相信迄种吼，敢会向人水花查甫人，安尼会受到感情的伤害。我妈甲我讲过啊。无需要家己的查甫人哦，得勇敢放弃，等待后一个查甫人，安尼才会得到真正幸福。好，对，有听到哦。伊总算啊，是勇敢放弃一个无适合你的查甫人，找到你真正幸福啊。哎，雪。今仔是哦，咱到底围炉啦吼。嗯。这围炉哦，对一个家来讲哦。是一年上重要的一顿饭啊！啊，阮做爸母的吼，上希望就是讲安尼嫁出去这查某囝会当安尼在家里找伊吼，大家拢倒转来这后头厝来团圆啦。啊，也未嫁出来这时岁吼，也吃一顿啊这围炉这饭吼。啊，照你讲起来吼，丽华甲丽芳应该是咧家里找伊来倒转来。啊，不过当时啊吼。世事的变化吼，拢想袂到。我甲你妈妈吼，对你的疼心吼，是永远无变啦。啊，我也希望讲你这细岁会当体会讲，阮这做四大人的这心情，好好安尼吼，伫外口待会照顾家己，然后阮超凡吼。虽然讲今仔日有安尼人起来吼。既然人来就是客，那应该欢欢喜喜，大家来对待这人客吼，我过来围炉一下啊。对对对，恁爸讲安尼好有影啦，咱大家都欢欢喜喜围炉吼，啊，吃饭啦，等下过开讲了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吃饭来。来来来，哇，真好真好真。嗯，你嘛吃来吃真好。萱萱，萱萱吼，咱咪分出胜负，继续来吧。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无啥物代志，做做咩啊？做做咩啊？无啥物代志啊，无啥物代志啊。今仔咪歹算诶，你搞啊，我嘛会使跟你算啊。啊，爸妈，新年快乐！来来来，二姐你好，大姐二姐，咱这位来来来来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我嘛给你等个零。来这位来这位来。哎。蔡青龙哟，咱哦，今嘛来讲就实在了吼。你那里平家安尼围咯，啊大大细细，安大家欢欢喜哦，拢坐别家，啊拢无咧烦恼哦，讲什么咧金融海啸啦吼，啊是讲哦，伊管咱咧从减薪水的，搁减死头路的啦。啊，这大部分的原因哦，你嘛真正该感谢阮查某囝为君啦，安尼替建明安尼，咱事业该做遐尔多，啊搁赚遐尔多钱。爸，你讲讲起来要创啥？
我是彭家的新妇呢，就算讲做甲恁去哦，嘛是应该啦。哈，唔管哦，因大家安怎想啦哈，啊，我总是嘛都要跳出安尼讲两句公道话啊。哎呦，知啦知啦，那回棍啊吼，足敖的咩吼，足敖吼顶红的啦，哈哈，大家拢知，大家拢知啦哈。啊，知有啥物路用啦？唔都爱表现出来，哼，嗯，若讲到阮查囝哦替恁平干哦，会使讲今年哦做上侪代志啦，加盟店啦开啦哈，啊囝生啦哈，啊包括哦投资迄个房地产哦，迄红利哦拢总要入来啦，啊干那讲平家吼，我食饱，爸妈，这吼是我家己趁钱欠得来，祝恁身体健康，食饱哩。啊，我也甲恁讲啦，这哦是加盟店赚的钱啦，一个钱，莫讲哦，阮查囝哦拢无甲恁友好啦，哈，啊恁即马手提红包哦，阮查囝哪有分啦？拢同款啦，啊，着当年哦，因翁仔某拢嘛做伙包一包啊，回分啦，多谢哦。妹妹啊，新年快乐！妹妹，爸爸给你红包呢。啊，恁早早吃，我不是来早。哎，啊，搁在围炉呢，啊，你要倒？你等屁啊！你的爸母、母仔拢在遮，遮才是你的厝啦。我已经打算要跟家分大做伙啊。哇！以后若有需要，恁敲一个电话，我随时挂断来。哎，大爷，等等嘞！爸，你今麦什么意思啊？客家拢总无是大人啊，今麦伫咧围炉呢。啊，你安尼围炉一半，以后就坐也袂少。啊，让你赶赶紧紧要紧拼出外口，甲别个查某安尼团圆围炉啊？无啊？啊，你是甲恁老爸同款样，连围炉都还得去走掉哦？若不是家伙一直甲我苛刻，我根本就无想要回来。你，裴建明，你去陪伊，安尼要创啥啊？到拢这规道的亲人，拢比伊才好，你才较唔担。家凤即摆心情歹，我有义务去陪伊啦。敢若伊心情咧歹，我知啦。伊老体，你着讲怪，敢若阮所有人啊对不起伊同款。你着趁今仔日围炉的时阵，想要去了迄只狐狸精。你有啥物资格做皮家的大囝？你是要安怎做这小弟小妹模样啊？我无想要甲你冤家，祸害围炉气氛啦。爸妈，家分的等我食饭，我先来走。皮家明，家明啊！我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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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只狐狸仔是死是死，跟我无地带。我跟你讲清楚的，是你跟我，还佫妹妹的代志。哎呦，有甚物话吼，来坐落来，偷偷仔讲啦，莫徛咧门口，徛咧惊到大细声。哎呦，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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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讲哦，今摆哦代志哦，若讲无清楚哦，向着拢都不准走啦。哼，讲到你这查甫人哦，连说这人干的拢都无啦。回过，我来讲。看因即卖人伫遮时哦，你将你的委屈、将你的不满哦，规个拢总都讲出来啦。啊，你点点啦，少年呆哦，你遐臭什么嘴啦你？什么臭什么嘴？阮查囝真可怜的哈，伊安尼坐人哦，都在队伍里遐伫遐坐人，啊我若无安尼跳出来替伊讲两句话哦，安尼要哪用的啦？黑建明，你到底有良心无？今日是咧围炉呢，你围炉围到一半。你讲要去找一只狐狸精，
搁讲遐才是你的厝，真正要放生阮母仔囝，我伫这个家，我伫这个婚姻内，我甲你讲过一遍啦，我会照顾你甲妹妹，啊，不过嘉芬伊拄到的是人生上悲惨的打击，恁拢无做唔对啦，你嘛无对不起伊，是我。我对不起你，我亏欠你，所以我要好好弥补伊，我要比过去哦，搁较疼惜伊。啊，这真正啊，这真正了然啦，真正是了然啦，哈。我无可能让我的红仔去疼惜外面的查某，你要疼惜伊吗？会用的，离婚证书签签的，看你要安怎，拢输在你。回去啦，袂用哦，你袂用遐尔全部，绝对袂用离婚哦。哎，迄条件拢还袂讲的呢。啊不，无啦，不是啊，我意思哦，但是咧讲哦，啊你若离婚哦，啊你囡仔是要安怎？迄妹妹哦，还佫遐尔细汉呢。妹妹即摆佮无爸爸有甚物无共款？伊安尼凊彩摕一个红包佮应付一下，连抱一下都毋呢？伊佮有一个做爸爸的责任？慧君啊，不是安尼啦，你莫生气啦。建明哦，伊袂甲你离婚啦。离婚不是我讲的呢。迄天为病医转来，是伊家己讲要甲我离婚的。你哪会拢有听到啊？來